各位小朋友，这位是我们班的新同学毕楚佳。我不是毕楚佳，我叫林楚佳。你不是毕楚佳吗？老师，他跟他妈妈是礼拜天才跟毕波波结婚的。毕楚佳，你怎么在睡觉？雷公叫喊，哎，我一直当五角两本三角来了。那样流潮，而喊口令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吵着我看。这就不行了，哎呦，少爷哪你这，你不要管我，够了啦。老师，老师啊，什么事？这是三年级男生交给我的纸条。去你的！讨厌！听说你在学校很大，割我弟弟的裤子。我跟你说，我弟弟在学校有事情，我就找你哦，听见没有？不服气可以找我大头金啊了。干！干！班长，抓紧啊，班长，抓紧！哭吧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不是我爸爸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我不是你爸爸，找你爸爸去跪。你转，向右转，笨哦。向左转，看哥哥了。哎呦，拜托，给点面子好不好啊？